吃的饭团呢、啊，是这一个。好，来你再来。我的紫米饭团，这是40块的紫米饭团。嗯，好好吃，是我想念的味道。哎呀，辣超多的，我到了八楼了。哎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好味烧腊饭店了。嗯，在这个台北车站附近而已呢，有经过可以来试一下。我也给你看哦，它的烧肉它的比例非常好啊，脆皮、肥油、瘦肉，它肉很松啊。最厉害它的鸭啊，它鸭真的是够肥哦。我在鸭比，我这样可能很难找得到这样的一个比较肥的一个烧鸭腿，所以你咬起来它的肉非常的有油脂，非常好吃。这个小黄瓜小菜拿来解腻的，30台币，这样子一顿就410台币，大家来试一下、哦。嗯，好味港式烧腊 ，OK， 我们刚刚去吃了，真的是好吃的。所以我们要去海底捞。在金山台北车站隔壁，现在要走路过去。定位，然后来到还是这么多人，然后这边排队等。海底捞为什么这么好生意？我们进去看一下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哇，周边啊，甜品呢？已经做到完成，图画也画好了，然后我们还在等，这么酱好生意的，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，拿了雪糕吃，开始吃雪糕咯，等了快要2个小时以后，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进来了。差不多要放弃的了，刚才。啊 ，Happy， 假如说我们放弃，不是白等了。我一坐下来嘞，他就叫我们擦手，然后嘞，他就给我们这个擦手机，然后嘞，就给了这个围裙穿这身。点餐中。水果是免费的。西米露来的，艾吉当然不能忘记啊，艾吉，嗨，麻辣汤吃了，还好不是很辣。这个是牛奶麻辣锅上，那比你喜欢吃吗？喜欢的。对了，那个酱料哪一个是鸭血哪一个？这个是鸭血，然后这个是虾滑。这个鸭血很牛很软的鸭血。你要点哪一个？这个粉的。很辣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好吃。OK， 还有带音乐的。可以跳绳了哦！拿了之后可以吃吗？可以呀、啊。
放去麻辣那边啊，这个。谢谢。你们喜欢啊？二选一啊！哦，来吃油条喽！吃脆的，有那个，嗯，好像是点一下就好了。没有的，没有，没有，吃吃，吃 ，OK 吗？脆脆的，脆脆的啦。姐姐的吃法不一样啊。然后像煮饭就可以了，泡一点点汤，说白骨茶油条，油条哇，这海底捞的机器人来了咯。他帮我送餐来了，他送了这个银丝卷嘛，银丝卷点那个甜牛奶吃的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拿住拍张照啊，生日快乐，这是你的礼物，看眼罩给你的啊。